家好，欢迎来到 NANOS。 那除了可以家用之外呢，办公室也可以使用 NANOS 过滤水机哦。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就是 Doris 的办公室的地方。 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那想问就是你目前就是为什么要选择 NANOS 过滤水机安装在你的办公室呢？一开始呢是由阿夏的介绍，然后用了之后觉得很好，所以搬了几次家都一直在重新装过，重新再使用它。对，然后过后决定就是办公室也要安装，然后就100%用这个玻璃水。那你用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就是很方便啊，尤其是我本身是素食者，然后我会在公司煮那个简单的午餐嘛，好像煮饭啊当然是用那个水，还有菜也是用这个过滤水来蒸鲜才煮。哦，所以你在洗菜是用这个过滤就是 NANOS 过滤水的来洗菜吗？对对，洗之前我还蒸过。哦，为什么会使用它的这个过滤机器水来去洗呢？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菜都很多那些化学药品，然后蒸过之后就是能够帮助净化，把那些化学药品都清掉。哦，那除了这一个你还有什么要特别分享，就是在使用就是洗菜方面啊，它有什么一些神奇的效果？有，就是刚刚上个礼拜我还剩一些菜吃不完嘛，然后我看到都枯萎了，我就心想把它拿来蒸一蒸，因为不想要浪费嘛。那直到蒸了之后，它比之前还新鲜，本来是已经全部这样子一头枯萎了，蒸了之后它就全部都已经抬头，挺松作的。哇，那么神奇哦！那大家要赶快使用我们的 NANOS 过滤汽水。好。那在最后呢，我们非常谢谢我们 Dory 女士，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 NANOS 过滤器来说超赞。